Kağıt haberi gibi de san geçer getirir gittiğini. Mence doğru, nanitini çarpıkın bu yöne mence. Dostum uyuyorsun, hadi. Karnı gibi doğutan. Tene san gelmenle iyi var, yutu yöndürüm bu, tene pür kancı yiyeceğimizi. Tene kum, sanki kağıt haberi yöne tene katın. Sanki kağıt haberi yöne tene, lorun zelde de var. Çağırfa ve yönetini, Sancaki yönetini, Tenkan, Çöşçü'nün yarı lop hepifintini, Bökancı yönetini, Yudok yönlüyorum bu dini. Ama Çağırki yönetini, Çüşü sürgün ma pepi kazı dini, Ramzani yatım dini, Kon Çüşü de yarı böyle Tenkan dini, O dini, Deli verirsin ta, Konvekte, Katir niye ki yoksa bu şey yaratıysa. 药师佛书上的法门分为教传以及圆藏两部分。首先提到药师佛珍贵的法门乃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亲口宣说，而在广莲城月音树下宣说药师琉璃光如来相关的经典。之后我们提到雪国第二药师乃玉破永天广播。 这位尊者，他将印度的一方明从阿舍离整个读法跟前学习达到圆满之后，将这一切一方明相关的医药知识带回西藏，并且引请珍贵的四部医典，同时包含教导之后，还将这些珍贵的一方明口诀以及药师相关的法门。 埋藏成为浮躁的形式。今天我们在，等到这边去，那个可是什么意思？明年那边这边说话，把明年那个把家务，那个说话这边说话，把明年那个把家务，所以今天晚上就等到，明年那边说话，老远的了，他，熊罗忙不打过来，今天他们可以讲过的，今天。 面子来说话，咱全球当天，听见别三姐妹就过来全部有的。今天我让他掏七八的跑完，今天和关键的讲的，啊，叫他跑的今天，三姐团结的今天，啊，投资吧，全部凝结全部过来，今天六万三千团结的全部这边，但明年那边就不要了，他今天。 三阶及千的药堂，三阶加尊的药堂，松安的药堂，安尼在芒果是这个重要的。在一点根本训里面提到患病令愈以及未患愈防两个部分。当然，当罹患疾病之后，必须透过医疗的过程以及各种药材和物质给予救助，给予。 医治达到令一切疾病消失，所有的症状完全的清除，并且获得健康，恢复本来的身强体壮。而另外一个部分比前者更加重要，也就是未患预防，还没有罹患疾病，那透过佛陀以及历代祖师大悲以及不可思议的方便。 彼等为了利益众生，透由诸佛以及祖师尊者内心的无限大悲，广利众生的益乐，因此教导了以各种的持咒、修法，还有特殊的窍诀，能令众生生存安适。今天三界空上给今天，他们。 我们这几天做完了，做完了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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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了
있던가 연락 안 했어.
国以珍贵的药师法门救济六道无量有情众生，特别我们在六道众生中属于人道，主要的疾病有404种疾病，罹患这一切疾病不只是透过吃药服药，还要透过修持持诵真言密咒，称扬药师宝号，同时念诵药师经序，修持相关仪轨，透过以上的方式能令种种的疾病遣除，恢复健康。在医药相关的法门里面，还特别教导了瑜伽运动以及气息清净的呼吸方式，这些则是属于分支的部分。好，今天我们这六级国呢，六级国呢，今天我们去恰恰也过了几年的样，今天六中人今天。초니자주바창야당팀배팬이첸보시차이래假使行者精进的进行灵忍绕塔，还有相关的清净运动，则能够帮助自身累积广大的资粮，清净一切的罪障。好，这样今天我们这个六级，恰过了节目了，说明六级再一对他们在做。当然去就现在接着接着把车上车上把人家我们不要的那样的你这个马上说的今天年年运动策划策划的今天这个车就是下一个是他车的就是下车要过来这个透过以上的顶礼绕塔，还有肢节运动以及气息清净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的金刚身当中具足的一切脉气，包含血都能通上、通顺、流动、循环、代谢正常顺利。透过以上的方式，能令修行者达到无病、健康、长寿的功德。今天我们就那个 member 的身体，自问的身体是的。那把进了马上要康顺身体，他们就那能说的身体就是听我来说，就。先把身体凝聚的功能让你天天慢起，再去慢点，培养全部有。再慢点，再去慢点，要么那做内药切瓦汤、脏素切瓦汤，俺这个今年三年在培养全部的。就如同在经典以及论点里面教导，要升起广大的菩提心，配合药典所指导的方式。所谓发心，包含了。如同国王一般的发心，如同牧羊人一般的发心，如同船夫一般的发心等等。总而言之，身为一位医者，应当思及为令一切众生离诸病，给予药物服侍令痊愈。那特别这边提到，要让一切众生远离疾病，透过药典相关的技巧、窍诀、药物，更重要的是一颗视病如亲的想法。同时要好好的珍惜如此的机会，来帮助病患令其痊愈。今天我们做七周开业，米沙也当，东巴人也当，俺的年奶奶也做今天，我确定今天呢，就给我今天多少七八千，我得了今天奶奶，这里没奶给给我，就给我下月。嗯，他去回来也讲说了呢。啊，我马上就年奶两个多吧。아니효과가라자공도맞아야다치료가라미가라미자야아니원디저희한테는최대한의조치를해주세요特别张仁波切推荐大家可以修持妞念，也就是斋戒法门。原因何在呢？因为这称之为净饮食斋戒，所以透过正确的一个流程，我们受持律仪，同时以斋戒的方式，将会有饮食就是完全没有吃东西，以及完全没有饮水的这个过程。在如此净饮食的斋戒里面，可以将我们身体不好的种种都代谢掉，而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清净循环以及回归的空间。因此受持如此的妞念，也就是斋戒，将会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我今天晚上就류지고네다마란조비다차차와포바체바디마연배마란조비네
漫展的时候，今天新东的时候，东部主要当今天张书记也当，李卓同志今天那么今天三阶级和四阶级都是今天空上的下葬的陪葬的下不了水，下不了下半方那里培养当，那里停车区呢，它忙不能有的是。另外呢，运用草木等等的方式予以亲近，给予利益，这在过去佛菩萨的行传里面都有很多利益众生的不同方法。那是今天，它业界几个三阶级干部今天。加快跑的，今天两节几个呢？三节几个呢？后面的兄弟送过来。那首先在一点一开始是梵语，也就是古代印度的语言。今天这样的，七八十包，今天两节还有几档？今天因为今天三节空上的，等待三节的兄学长的了，今天。或者他等、张松等、七娃等、南巴等，那你可能把买了今天空余的送给谁？而佛宣说要点一开始针对天龙以及梵志仙人种种不同的五种种姓来宣讲殊胜的一方名典籍。今天可能都在天说对，给他听的说对，龙巴的听的天天了今天。也促进人们与老人的今天交流的上。通过如此的方式，一方明弘传到不同的国家，同时每个不同的国家以及文明都有他们特别的医疗传统以及医药知识。好，今天加尔那最关键的原因，今天贝罗山那边说吧，那你加尔考虑有没有人忙不全？这几天兄弟，兄弟他加拉超越那些真不看见有的健康有的。在前传咒义时期，伟大的医师，譬如贝罗赞纳等等这些众所周知的医师尊者，将医药医方名相关的典籍传译成为吐蕃、雪国、西藏所能理解的文字，并且弘传。好，这样从贝罗赞纳出征的拉丁语改。给历史里头呢，这个是的，名人他就认为是，加尔吉盖当，今天吉安纳吉盖当，等背景给历史呢。而这位伟大的医师是善于熟悉三种语文，包含印度文、中文以及藏文。他从唐代末期起来的，他学的呢，加尔吉盖当今天阿美特芬达，芬达也阿个。阿赞古亚提的那玛僧今天的加尔吉盖玛僧有的是。你现在所宣说的是梵语阿米里达申达亚阿赞古亚提扎。今天这样在，他那人就他背起盖的希望，因那今天，昨天宁波原来就把沙瓦门那个去送给有的是。这也就是所谓甘露精华续具足八分之的意思。阿米达是跟这些土著的口音的。阿米达是甘露。新达是跟宁波的，它聚成它，马上就说不能热水推进，能汤嘛有了，天然性聚的口音是。新达雅指的是精华精药以及。精粹的意思。今天，阿嘎生的个原料我会后面。阿嘎指的是分支。阿是，它可能原料结有的是。总而言之，在中间这一句范文的意思呢，指的是八分支，我们所谓的聚八分支。古亚生的三八呢？古亚指的是秘密。乌班德夏是他们啊。乌班德夏指的是窍诀。登扎是个句。登扎指的是序点。那么是比他句接起来的。
tuyên tử tiên công tử xíu vật nama sử dụng là sử dụng là 那接下来呢，还有包含 nama 等等，也就是包含上述义理的这一切因理境等等。那对我们今天呢，这叫帕维的表格呢，就开发了本地解决他们常见的恰恰老师的意思。从 nama 这边开始呢，所定义的对象包含一切印度以及学佛西藏历代人祖师圣者。차차야이제차차는다이제좀된게되지샤와차차모양으로조금생기는이가라차차로생기는要顶礼谁呢？最主要是顶礼佛前梵药师琉璃光如来。今天좀된시와되는뉴먼과뒤로뉴먼과뒤시로서믿음이초탄게좀발이된좀된시였습니다所谓的婆伽梵指的是初有坏，那意思是指他彻底的歼灭、彻底的征服四魔而得到最大的胜利。这多些节目呢，牛毛来谈这些的牛毛节，先去这地方一定超级全了。也提前把你这么些加深，今天在最近两天的送给我。特别在序的里面提到，为何名之为婆伽梵初有坏，正因为它撤断了烦恼障以及所知障，而因此呢，完全的降服魔君，而获得最上的菩提。但愿魔王阿难尊者加写章，题目，我哩今天弄的白金啊，今天的就要做，你将要写出来重点的。又复为什么名之为初有坏呢？因为要消除贪嗔痴。我们所谓疾病包含风、胆、涎，也就是气息相关的疾病、与胆相关的疾病以及内分泌相关的疾病。风、胆、涎这一切的疾病是源自于贪嗔痴三毒，或者我们可以将它广泛的划分为五种类型、五大类的疾病。而如果是以五大类的疾病而言呢，也就是源自于众生内心相续的贪嗔痴慢疑五毒。今天我来做个累计七六八的中间的愿望啊，愿望啊，都是你准备的。今天我来做个他。到家了，在那吃饭去，学堂那在那当班去，对母了在那白跟这个有的是，对孙了在那马上做的在那，吃了八十九个有的是。哦，人家送了对钱了，我。啊，年末我年过孙子在那在那，到家了弄学堂了吃饭，对母了白跟，我对孙子的孙了在那在马上做吃了八十九个的，我就吃了一个是。生一切的障碍，特别是我们的寿命障碍，源自于三毒。染患的相关疾病，如前面所提到，风指的是与气息相关的疾病，源自于三毒当中的贪烦恼；胆相关的疾病，源自于三毒当中的嗔烦恼；内分泌，我们所谓涎相关的疾病，源自于贪嗔痴三毒当中的痴烦恼。今天我来准备把它吃完，那今天啊，他来听的嘛，就是把今天这边一样的，今天我来准备。今天弄了一个说吧，你们我接一个说吧，听到了，今天弄那几个就是让用的了。举例而言，当我们对于所乐意的对境产生贪欲或者是好药的想法之后，用自己的心力和种种的力量、气力去追求，最后心想事不成，得不到。那这个时候呢，这种贪欲引起我们内在风起的扰动，无论我们产生了各种情绪的增上，或者产生了气息的扰动，都是属于与贪心相关而导致风起疾病的现象。今天学堂了，今天吃过那个人，我那说他在学堂了呢，他们东北马步车车车，今天操我们班人别的事。那么嗔会引发我们外在包含面红耳赤、身体胀热等等，这是与刚才所提到胆病相关的症状。今天你们问的这些，他们没把专门去问的了，今天重点的是。今天中间的三姐妹的发生，今天是送的。
那么内分泌是与吃烦恼相关的，为了消除自他一切众生源自于贪嗔痴三毒所显现风胆邪的疾病，因此要顶礼薄伽梵出有坏药师琉璃光如来。哦，这样子呢，安住当年所生的八丈、十丈、一切丈，正觉平等坐定吧，逐步在那个天下生，今天我来做，수상보당바당잡아이제대야당대내주주편좀소내야돼그거대내깔바상승이열렸어수상보당예시당준비당편좀소바당대내서신다편좀소바쭉엉초엉초엉초수상엉초수상바당자어바당자一些尊者品种点列举了那个。接下来提到所需具备的这些特质，包含了贤良善妙的身躯，具足自在，具足吉祥善好的名称，具足强大的智慧、精进以及圆满。这六种特质就是所必须要的。제숨은데레미연대기대다여봐대반에댄스타산제기때문에연대미었다제군은당대장담바에나타니좀된자인생티니되게성경是谁必须要具足以上这六种殊胜的功德，包含贤良善妙之身、广大的自在、吉祥，还有美好的名声、殊胜的智慧、全然的精进、圆满，这特点都是佛陀所具备的，因此又名为薄伽梵出有坏障。藏文当中所谓中丹德的丹这个字，也就是出有坏的有这个字。那前面所提到的消除正福一切三毒是属于坏，就是重这个字，而现在所讲的是丹这个字，也就是具足。具有的功德包含刚才所提到的这六种。他天天为天天三界的原天天天天天天的结巴的发行，对吧？去他们这几天呢，然后第一年的七大把七千把亿的一百，下一个呢，天呢，中天的身体呢，这些小把一些送给的送有的是。另外，他具有的功德和超越群伦是具有超越世间的特质，并且对于一切万法具足如所有智以及尽所有智，这种超越的特质呢，即是超出出胜的出，在中文里面是出有坏的出，在藏文里面是中丹德的德这个字，因此呢，出有坏、薄伽梵、善事、世间解等等，这就是佛的德号。元谋啊，元谋啊，宋经你去查，啊，马来吧，重庆去，他们这杨大伯考不去吧？考得去，考得去吧？查马来吧，重庆是吧？这里去，他们这杨大伯考不去吧？啊，查杨叔，做吧，做的马来，毛病你来杨叔做，做些现在当元旦做吧。那他到洛州去听吧，永寿解脱的三界是。另外呢，我们提到佛陀又藏文当中称为三界，那同时我们要了解他有消除烦恼、正法圆备这两个部分。所谓的消灭烦恼，进一步的解释呢是消灭能所二缘对立的怨敌，能彻底消灭能所二缘对立的怨敌。战胜一切分别，同时令正法圆备，这就是佛所具备的特质。同时能彻断一切无明，圆备一切所知功德，遍知与具足一切种智，究竟遍智而能了达众生所需要的，以及给予众生最适切的，这就是佛陀所具备的断证功德。对呀，他讲到决定了，马六年的三，上去等现在那样落，落下去三界表面高点去，给这三界现在我送回来噻。你到达了这些那么。好了，讲到决定了，马六年的三去等现在那样落去，
산제 페만다들 기대지 산제 해자우스 아 산제 좀된데 세스 那前面他所念诵的这个偈颂呢，也就是解释我们刚才所提到佛陀包含了桑耶以及中丹的出有坏，他所具备的意涵。他真正的三界的帮助及原则，根据说法说法的说法三界的理解，的理解里面这个我深见当的，另外也是当结合了那member of Pemba, they were part of the member chamber, they were kept out of power 10 young men in La Hejavis. 特别这位断证圆满的佛陀，他的本愿是救护一切众生三门令彼得以全然圆满健全，同时具足一切的利益，能够令彼成熟，消除疾患痛苦，闻名获利，听闻名字获得最胜利益的世尊是谁呢？药师佛，就是面子辣。作为三界，古人讲确定因那不他不能呢，我若去不去吧，也没去不没去讲，我这那么准备去了，那时候就讲吧，是你手机不接不接进来不，人过去面对呀。Karmar Sundu, Jumbi Nam Namogote, Kato Dandan Deba, Ursaba. That's why Jumbi Jikui Nabatan Kundok. 接下来提到如此圆满的诸有坏薄伽梵善事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这里提到药师琉璃光，为什么名之于琉璃光呢？这里提到他的尊身色泽，其实究竟法界本一位，虽于法界中一位，然而众生各需求，也就是适应于众生不同的需求故，因此视线湛蓝琉璃之身。我们都知道，在古代描述琉璃这种珍宝，有红琉璃、白琉璃、蓝琉璃三种，而这里所提到的佛身庄严净琉璃的色泽是蓝色庄严的废琉璃。对，咱的难道听个难听个耳塞？对，耳塞比这天呢，耳塞先上去十几年吧。这个看了票了，咱这天呢，你们问的这些当地民众，这了这边，这不不能弄的别跟上去，这了都真难闻，那耳机加落死。为什么名之为药师琉璃光王呢？藏文里面我也讲过光之王，因为药师佛由他湛蓝庄严法性一味的庄严深色，这个光芒仅仅是放射，就能超胜一切种种稀有的世间诸光，没有任何的光芒能够超胜于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庄严宝光。同时透由他本愿威力，光照众生，能除三毒以及相关的疾病。所谓三毒以及相关的疾病，就是前面尊贵仁波切所提到的众生因为贪嗔痴引发风胆险这种疾病，而药师佛的琉璃宝光、净琉璃光所照出的众生，能完全消除彼等贪嗔痴三毒的疾病染患，连同它的根源完全的消除，因此没有任何的光芒，它的功德胜过于此，因此药师佛名为药师琉璃光王如来。他在现在为三界具三界体原定，三界体南巴三界体，归南巴原定定了真念的呢。罗扎瓦当解决当把汤解决的，你来流氓医生就给你恰恰了，送过来。所以在一点一开始，针对药师琉璃光如来进行礼赞，而这些伟大的医师是如何来礼赞药师佛呢？就其功德而言，就其形象而言，就其身色庄严而言，就其意念而具足无比利益，能消除众生三毒染患诸疾之功德而言，针对以上所讲的种种项目，这些古代的义师大德至诚恳切的顶礼药师琉璃光王如来。天天讲讲，
투진 로비텐데 좀된데 천삼절에 만족해서 도성년세 상계면제로 민들이야 차차로세 송열을 잡아냈다 대형 무인기 값을 드는 말람지 투 용서 줘봐 나 준비 투기 준비 좀 로봇 생진 탐지기 샘라 제신도 삼바당 대형 운송도 통내 매직을 다 상계기 공부 드는 상계 다 투지 로봇 생진 탐지기 공기 다 계절 연대는 대로 공기 천장기 개발 장기 만성 만성성기 동안에 돌 겸유비니와 대량 진행하면서 독수리 되는 유목과 대자 해당 대북 탐지 세월 제거 되는 산재 맹기 사를 차차로스 때문에 장기 너 기대무 열었어. 鼎力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一切有情众生能够得到如愿满愿的最胜功德。 而令众生完全满愿的唯一妙药，即是依止药师琉璃光如来，同时药师琉璃光王如来，他内心具有的大悲不可思议，立身功德无与伦比，仅仅是闻名见身，仅仅是意念，就能够令这位听到他名号的有情众生，未来不堕地狱而为畜生。 同时仅仅是听到他的名号本愿，见到他庄严的身形，就能彻底消除三毒所引起的三种类型一切疾病。因此，这种功德是遍寻世间均不可得。药师佛却具足如此最圆满、最圆倍、至上的利益功德。今天，我们做这个三界三界，三界一切那般的调伐怎么样？ 아니 特别整体讲，今天三界一切众生，特别整体，鸟啊一大，土著，每种马也每种，鸟啊一大土著，每个动物，查过来就明白的是。在特别提到，包含六道众生，不仅是人道有情众生，所有的众生，包含动物、昆虫乃至蝼蚁，众听闻药师佛名，仅惊其耳，就是光是。 他的声音经过耳朵，纵使这个动物没有办法思考和了解，光凭着药师佛圣号一惊其耳，就能令这一个有情众生，纵使他现在不是人道的所依身，他未来也能彻底的断舍三恶道恶劣的果报应受身。真的。 개발도 진행을 하죠. 노자도 해당 팀은 독수물이 되는 롱리백은 롱리백은 뭐 폐쇄 풍성 조고 지체다 내리만류와 세월 제파티 되는 상계 맹길라마 아스는 되는 맹길라마서 어디를 생겨서 말하죠. 特别我们更应当依止药师佛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目前受到三毒的影响、染患根本、风胆、咸三种类型的疾病，以及之分无量无边各种细而微细的疾病，包含慢性、急性、传染，或者是内在特种各样的疾病，这一切根本和之分的疾病，都能够透过药师琉璃光王如来殊胜的威神之力，将这一切的疾病。 彻底的清除，因此一切众生都应当至心恳切归命，面积拉，藏文里面的面积拉就是所谓的药师。在六道里面，人道的有情众生。 生老病死都是非常强烈的痛苦，其中又以疾病最为绵延连绵不绝，这是非常强大的一种痛苦。他这两个人就会在那，他把他们给他们吃，三姐妹人家他供的吃，这个锅巴叫他们送完的吧，往这层去的呢。 如果一位有情众生内心具足全然100%的信心、静观以及恭敬顶礼，药师佛包含绕塔或者绕像、持咒。
宋词和相关的经典都能够令一切的疾病不药而愈，这是世间上难寻不可思议的威神之力，叹莫能穷。今天我让说没来呀，今天东华三姐妹这边有的，今天没来揭开那些东华，我呢，揭开东华三姐妹这边有的，我他我让说他们他们来揭开的是他们了，今天到这里的可能半辈子，今天。那个马上把那张张帕梅，那你听听，看来身体没这么介意了。人道有无量无边的痛苦，主要生老病死，从出生开始就是痛苦，包含母亲在怀胎，直到我们出生分娩，并且出生之后要照料，怕婴孩饥寒受冻，所以将一切的生命精力完全用于照料子女。因此父母对于我们的恩德非常广大，同时我们也透过这一点了解出生的过程本身就是无量痛苦，以及自他父母辛劳的一个状况和因素。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后面给今天设计培训科技最有今天讲过不定最后他们去最终去压测다천에드니양오다양드니잘해동안여래서当父母给予衣食、照顾生养、仔细护幼，并且教字读书，慢慢的儿子长大之后呢，总有一天跟父母会分离。这样드니다양만의지지자중양만의생각중에삼십년동안여래서总而言之，具有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痛苦。今天在东安人发生的前几天，我们说三千年就到了桥子七八步，过个桥，你在前天在东安的，光脚两人，东安的三楼也是，今天东安的我这边嘛的，东安的三楼七八楼三千年了，说话到桥子七八步过个桥，你给他东安的脚头也是。以上的生老病死取生来数之就有这么多的痛苦，这仅仅是一个缩影，更何况人类生存在世间所遭逢的一切苦难，而对于一切的疾病、一切的忧恼、一切的苦厄，药师琉璃光如来都能透过他的本愿功德之力给予救护。因此再次的我们提到要令自他一切众生由衷恳切归命药师琉璃光王如来。这样他养现在嘛就那样，你就他爸妈也那样，不住嘛就把他不住就爸妈花钱把他说吧，养扎啥用有了。但当然你不看也你不他看，到底吧，因为今年三届的家就空家，你你莫话的，你莫他们就挣多了。在未死之时，有的时候父母和子女之间发生矛盾，也就是亲情对立。其实本来父母照顾子女，子女孝顺父母这样的状况，可是却因为某种特别的因素，或者是恶因缘，毁坏了彼此的亲情。这种在现代社会非常常见，但是这种关系要修补非常的困难，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此，也可以建议或者有这样状况的朋友能够用心祈请药师琉璃光如来改善这类型的问题。今天三界里面的像三界没教过的，今天他等等着密宗嘛，应该念佛的那个，今天查账，总共三界没教过，他有的就叫他们去来三界去，那三界那了，故宫啊的，光教过应该是这样，今天念佛的那个，那说那个三界中的多少有的是。佛之功德不可思议，佛之恩惠难以数尽。对于地狱道的有情众生，他们有极端寒热的痛苦，这种极端寒热的痛苦不是生于人道的我们所能想象。对于地狱道有情众生正遭逢极端寒热的痛苦，而我们能透过修持药师佛、念诵药师经，并且持药师咒来回向这些地狱道的众生离苦得乐。今天因为中华经马上都三经没教不了，唐代唐代西洋，唐代那个洋，唐代西，唐代鸟洋西洋，所以是三经没教不了，中华经不了。其实地狱的痛苦是不可思议，我们举等活地狱而言，不仅只是这个地狱，所有的地狱的众生呢，
他们死了以后又会重复，立刻马上活起来，马上复活，复活之后再次遭逢痛苦，之后又痛到死去，之后又因为他们的业感再次的复活，所以不断的复活死去，复活死去，这种剧烈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今天在这么在一大大一大的这些不美同啊，可是三亚同学真的也真的，今天没把咱们讲的这破坏的讲真的，我今天应该可能认为同啊有事，但可就这同啊三件有三件突击性的着陆有的是。恶鬼道的痛苦也是非常强烈，有无尽饥渴的痛苦，永远都在口渴饥饿中度过他们的生命。同时他们业感导致一手所一身腹如大海，喉若针细，比如他们的身体肚子像大海一样永远都填不满，可是他们的喉咙就只有像针一样的细。今天同桌同案了，他同桌的过去就同案先今天三件比较把马上说比较要干明女今天也可以他不谈不话的这个马一顺过来今天别去那当的三件比较把今天东家东浪今天这个月是他三件比较的同桌同案的了三个干巴音了今天可以开开口口口的口他们呢可以龙姐下两下我今天这个月的同桌동안을잡고우리도동안충북순리잡고여렸어畜生道要了解旁生畜生动物道有情众生有弱肉强食受人驱役杀害的痛苦，甚至有些众生因为自己具足的皮毛还有血肉骨，所以呢会遭逢剥皮抽血拔毛吃肉挖骨髓等等这一切的痛苦，甚至不断的遭人们捶打强迫搬运以及役食，等他们劳碌一生最后受尽诸苦死的时候还要被人食用他所有的肉，并且喝光他的血，还要丢掉他的骨头，所以畜生道的有情众生痛苦是不可想象的。他在单位的三届的兄弟也来叫我前天天马上从宁夏全国过年了呢。那呢，那办了的呢，蛮进去也当，那蛮要去也当。那呢，在单位的呢，下个月去也得上，上个月叫我陪您全国来是。因此，对于三恶道的众生，我们要帮助他们祈请药师佛，透由药师佛本愿威力能够救助，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激发我们升起油然恳切不由自主的大悲心，能意念这些如母众生痛苦之处，并且令我们自己升起出离心、利益平等的菩提心，用心修持药师法门，达到自他获得究竟救度的功德利益。他天满愿力的确就结果呢，天天拿来做，但你面积你去认主要来说吧，天天在在意他们，去意他们，没意他们，努力他们，我天天让心里这个隆重的天天，这样的做天天祝你，这样的做马上说的天天再能够都有一六级大马甲呀，天天级特别有的是。药师佛的法门包含了药法，就也包含医药的部分，医方面的部分，也包含了法的窍诀。在法的窍诀里面，就包含了辟谷摄生术。所以古代的辟谷术呢，也就是涉及精华的一种特殊炼制丹药的方法，透由土的精华、水的精华、火的精华、风的精华、五大种的精华、铁和种种金属的精华。和草木药材的这一切，包含花朵、草木、花果一切的精华，取它最精粹的部分，做成丹丸，而服用如此摄生辟谷的丹丸，将能够维持生命，达到延生术，并且保命护身。那呢，天马因为天天拿来做化工药汤，那我们要天天，他一年就是定量性的，天天。他经常去天天那边度假，忙着把天天全部忙着把天天那样子呢，马上从娘那去了，上街去，每晚上午娘那那住住了，那天天叫女儿去天天，
圣乐。另外还包含观修本尊、持诵咒语、敬诵圆满，还有禅定，透由以上的方式遣除自他众生的疾病、传染病。在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非常强烈、突如其来的猛烈传染病，这种传染病通常会导致人们丧失生命，非常危险。因此，深修药师法门，明观本尊、持诵咒语、敬诵圆满、禅定深厚，将能够帮助自他众生免除各种疾病侵害、剥夺生命的危险。我今天晚上说，我上前面来听你听你当几啥主要样？今天当真主要当，超难度就主工作职业的，每年啥大工作不主要当？今天你来听你当真啥？我听路，我听真。今天妈妈天上就我来说，你这他们就叫，你都听着三姐妹叫个主要听着，那大家听着，还你们听着唱也有意思。同时修持药师佛之外，一位好的医生还要修持各种本尊，包含马头明王、金刚手菩萨、三分怒尊等等。透过以上的方式，彻底的对治怒念萨大，也就是包含了龙神念这一类的神灵以及地主神的侵害，同时能消除三界的魔，包含了上界星耀之魔、中界剑妖之魔、下界龙神地主之魔，能够完全的克胜上中下界，也就是翱翔于空中、行走于地面以及生长于地下的各种精怪神鬼，包含马魔以及各种天龙八部对于人所造成的危害。假使一位医生妥善的修持，像以上所提到的愤怒本尊，将能够帮助许多的众生脱离病苦。今天他这阵子样，中年金马的上面见那么样，你这个看见这见那么土里看见都不是。那以上所说的种种法门窍诀，非常的广泛多元。深奥，大家不知是否有兴趣，同时是否能够了解呢？是有兴趣没有？他两岁两年的外语。今天他哪样做的难过不了？可是呢，他单单干脆今天进大学开始前进，今天你那口气今天三千万来的，今天出发的也十万的呀。你来听呢，今天哪样做给他？Tiring dang orang tuan tiring dia sanjay menolak ini sanjay menolak ini dah kukuh mah dia sungkun dia kita ayam dia sendiri mai dua jam jadi serius. Morbushi, 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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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法门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产生信解以及耗药，因此我先特别感谢这次祈请承办的功德主，我们在昨天圆满了药师佛的灌顶，而同时我们誓愿精进持诵药师佛的名号，持诵药师佛的经典以及咒语，在未来的这段期间，我们持之以恒，以药师法门作为入手，并且一并来计数圆满功德的回向，这都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先由衷恳切的随喜感恩功德主的发心，也希望我们从药师法门开始入手，好好的持诵。而以上，我们先是根据药师佛根本的经典以及根本的序典所提到的功德利益做些许的分享。今天我要去他，弥勒仁波切的，今天托巴嘎巴。Tene talem top, yes, top of the shoes of Mazam, Tene, or Tene, turned on the Bachi, the Kachin Bushai, yes. 就如同昨天在灌顶法会里面，我们却特别提到，现在我们所获得八种闲暇、十种圆满、七阶具足的人生大宝，藏文当中称之为弥勒仁波切，这是极为难得。可是这么难得的沙玛人生宝，我们今天已经得到，既然得到之后，就要分秒珍惜，连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能够浪费，要完全用在有意义的人事物之上，譬如精进的修持正法。今天我让这突厥的开天的强化的念经，为了偏陀也是的，为了盖加仙的，为了圣的，为了
米大藏藏经也，米的喷陀也经，那么就是等候别的。身为药师法门的行者，最重要的是要调练内心的慈悲，要有利他的想法。不仅只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要告诉自己具有慈悲利益众生，平常生活的各种细节，包含我们和他人讲话，或者仅仅是我们看别人的眼神，或者任何的举手投足乃至微笑，都要带给众生欢喜。这是一位深修药师法门行者所必须要注意并且要做到的。今天我们去拍的恰恰呢，没切餐嘛，切也不麻烦，那么切餐嘛，什么方法的话？举例而言，假使我今天初见面看到你，就直接直言不讳说：“哦，我觉得你不好。”这时候任谁听到都会伤心，不是吗？哦，今天切也不麻烦，那么切给俺看了不了，切也不麻烦了不了吧？那当今天假使我向诸位初见面就说：“我觉得你不太好。”哎。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因为难过以及被批评，因此我们很直觉反射的就讲说你才不好嘞。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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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天要送给大家最珍贵的妙药，就是提醒大家，由于人是互相的，我们人是群体互动的，生存生命共同体，因此呢要时时记得要让自己的心绪极静调柔，如同在前一个法座当中尊贵的 Karen 文谢所教导以及提点的，我们都必须要放在心上，好好的实践，透由正法的功德降服自心的烦恼，这也就是药师法门的精髓，也就是最为珍贵世间难寻的至上妙药。那对大的今天晚上是突厥的强巴宁杰国呢，那我查了兄弟，但晚上是他老爸去教爷的做三天没教过来的，他妈在那边军队那样，今天晚上是没查嘛了，开完军队睡觉的，蛮长的，就是说差一点。啊，没怕了，开完军队的没出来弄的，蛮逆差的哇，没怕了，最多这样，困完最多这样，都逆差的哇，今天都啥了，蛮啥的要的哇。特别身为药师法门的行者，在座诸位都一定要具有帮助他人的热忱。如果自己能力所及，帮助他人消除疾患的痛苦，给予生活所需的照料，假使在物质上以及金钱上，甚至医药的技能还没有达到以上的阶段，至少我们要随时具足欢喜心。俗话说，欢喜心是一种双重效果的良药。为什么是双重呢？因为我今天给予对方欢喜心，对方一定是以欢喜之心来回馈我们，因此药效就加强成为双倍。同样的，假使我今天以一种嗔恨或者是讨人厌的心去 引发他人负面情绪，这种毒不仅只是一次的毒，是多次中毒，也就是你自己不高兴之后又引发对方的负面情绪，对方的负面情绪又回到我们的身上，因此就是反复在中毒的状态。所以大家是喜欢双重的妙药，还是喜欢多重的中毒呢？当然是要选择妙药，不是吗？好，今天晚上就到米勒林博士特别的问题了。今天全场的朋友们，我安排满今天，他开始今天让给今天每天观众做我的他的托管的今天。我马西个今年今年，你们问到家家安个今年啷个学啷个见面堂，啊，可惜今年俺家家安个没人能把见面堂，可惜个龙巴的家主把你们送面堂，这今个用这今年啷个没人托个的我马西个见到的人。获得侠满男生，侠满难得，人生宝是极为稀有的一件事情，得到之后要好好珍惜，更不要放逸自己，受到烦恼和负面情绪的控制。毕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以及世间有很多人，虽然生活条件已经非常圆满，但是他不知满足，贪上加贪，
后由这个贪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别人。有些人造成自己想不开，有些人造成对方人生以及家庭各方面的伤害，甚至有些力量更大的，能够影响国家、影响世界局势的，这些人因为自己内心的贪嗔痴而引发种种的纷争、战乱，造成世间诸多众生的伤害以及家破人亡。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一个人内心不受烦恼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Tene marazo de milu rinpo chile ta topan dile tene dile mili xa toxe chiye chuna menche teye chuna yang lunga yesun ki kawen tsegen toya de tene samji nije pa milu rinpo chile pen roba chile penin dila che pen za che metis ane deche tu tene marazo o tene rangso chungan dezo yang tene pe mezes pango inis ane ta marazo kiwa maki pa te tene milu legyo meba ta tene sun yore ta जो मुझे था तो बोले तेरे मुझे रांशो चेपा माये में मुझे तेरे मारा तो छारा मांगो तुम यार सा थमा नहीं था तुम यार ये जो तेरे रंग रंग में ट्रिक जा बदले उसी ने ये जो पांच तुम यार कैसे मिलो उसे 小满人生大好已经获得，我们透过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众生。如果自己能力不足，我们可以透由一些懂得医药的行者。透过施药的方式来令众生远离疾患，甚至以我们自己本身而言，能力也没有到帮助别人施予药物的话，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透过语言的调练，还有自己的表情的安定喜悦来带给他人快乐。譬如常说柔软语，常说爱语，常常赞叹对方，而且是由衷恳切，发自内心的，如此自己会得到利益，自己的生命没有浪费，而且带来他人生命安定以及快乐的主因，同时自己未来生能够去向更为安乐及进步的道路和投身。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侠满人生宝，要好好的节制，不能够放纵自己欲望，不断的纵欲，不断的饮酒，甚至是将自己的金钱全部浪费在购买香烟、毒品上面，这些行为都必须要完全的断除。否则以一个例子而言，就是自己手上把玩的剑，最后这支剑刺伤了自己。好，大家把参见马上做个听呢，各位民女人民呢，把这把这把几天呢。Men sama kuwa, rozon tong ma kuwa, tinte kita penye chenpo tinte nyamden che tu na, tine samji meja penye chenpo yore. Ti ma yinba nga ranzo, sanje men de ki kuku ma de, su ma de vichi labji tine, men si se de yang penje che ting, tine men de zo yang turci chinji labne nga ranzo la tine, dili neten po che tunde shiva tam, penje chotu kira yungu desu. 透过药师法门的学习，如果自己能力不足，甚至只是带给他人喜悦，常说柔软爱语的布施，都是无上的功德，并且专一修持药师佛、持诵药师经、称扬名号以及念诵心咒，这都不需要花任何一毛钱，就可以利益自他众生，帮助自他众生获得安乐。另一个方面，我们也能令药物转为甘露。一方面，在世间我们罹患疾病的时候会服用药物，无论是自己服用的药物，或者观想其他众生所服用的药物。当我们念诵药师佛心咒以及观想药师如来庄严身形的时候，我们可以观想这些药物被药师佛加持之后成为殊胜的疗病甘露，令自己和其他众生服用之后迅速的治疗一切疾病，能令侠满人生大宝圆满，并且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利益众生，直至菩提。今天马上就谈到马上做了他旅店的那天呢，在那巴托中间的呢，把这全部卸掉了噻。但这样，跟他团结呢，永驻在人呢，但那团结呢，希望们来几年噻。今天在那么几，在那么几年呢，人把地做了。今天马上做面就开始钱呢，全部没了。但地做了开始全部交不有声呢，三千几故宫安的、松安的，那些措施、嘴巴讲的了，今天。
面色嘛，各位也长得也蛮好的。那我们现在官大永驻，希望给年龄人数量的朋友呢，希望我们来今年等等彻底呢，官大登基呢。希望我们来等等。官大登。官大登。嗯。永驻。永驻彻底呢。彻底呢，是哪几？等等彻底呢。查。等等查，查的先等等，等等嘛，七个五打的数，嗯。在相关的论述里面提到，阻挡生命的四大障碍有四种主要疾病的类型。第一种是片剂膜相关的障碍以及疾病，另外是原成受生命相关的疾病，接下来是依他起宿业，所谓的宿业就是往昔业力所造成的疾病。另外第四种类型是宿而迅速的意外。就突如其来发生的意外，这四种类型的疾病以及寿命的障碍。我今天同他们新我们来今年，对吧？新我们来今年了，他提出来，我们来年这个月了，他提马上就慢慢感觉，当地别人都起码感觉当地老了一些，他马上就趁慢慢给他呢，错马上就马上没了，那种都都结尾的呢，没了。塞巴切巴拉索巴提呢，绿的马修马巴奈马巴提提呢，用油嘞。安尼提切都提呢，马拉索在达林提提呢，绿的地当个江口马切呢，在吉瓦西曼达洛克提呢，提提样达洛克提呢，江口油嘞，提在我们连家庭连奈嘞。在这里提到依他起宿业所导致的疾病，也就是《寄颂》里面提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就是假使我们想要知道自己过去造了什么样的因呢，我们端看今生所领受的各种状况就能知道了。如果今生多病痛苦，这其实大多的状况是过去生我们自己造作伤害其他众生的恶业。因此寄颂后两句，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若我们希望未来生能获得善妙健康之果，那么今生就要造作令自他善乐并且获得健康的主要原因。今天这里呢就东巴苏亚当人马给今天给我注意当他如苏子跟绿地的多当的每天的这都来的你这把这些他们讲过的是어때양사다른장만의양양자체인양식설계는어때네대담자체고려对治这种宿业所导致的疾病，要透过行者精进持戒、广行善业、发心净愿、消除罪障，并且忏悔业障。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誓愿心，告诉自己未来绝对不要再重蹈覆辙，不要再做同样的错误。具有这种誓愿心，告诉自己未来决定不可再重蹈覆辙，这是能令业障清净的主要原因。但我前面嘛，来马达给吉瓦吉提五千年嘛，有点有问题难度。他当然也没点点帮助，我上级上级给工地了，他们才得了点点帮助。他们就先学了方面几句名词，他们再去肯定结果了。这种誓愿必须要非常的由衷恳切，譬如我们了解今生的病业，透过医药也没有特别的起色，大多的状况都是由于宿业引起的。这种宿业引起的疾病，要透由真诚的忏悔，首先我们在佛前忏悔，并且在佛前发誓，我过去造作了杀生等等的恶业，因此今生譬如病多或者寿命不坚固等等，这是因为过去生造作杀业为主的种种恶业，而今天我于诸佛菩萨面前恳求皈依忏悔之后呢，未来我一定要誓不再犯，同时是纵欲命难亦不造作。假使有人以我们的生命来做威胁，叫我们去做这件恶业，我们也宁可丧失宝贵的生命，不要再做同样的恶事。他这里呢，跟他团结呢是一样，团结军呢慢慢就讲出声，他马上就团结把给今天听着，哈鲁西达给这么所以呢把这个听着给
kien ki ta nè na tsa la yin na, te tuen di ma chue wa yin na, di nè men che nè tawe yu ma res. 接下来提到片剂魔障引起的种种疾病，就如同各种魔祟、地神、龙魔，或者是精灵在念萨达地主的侵害，导致我们所罹患的疾病。如果疾病是由这些无形众生所引起的话，光靠吃药也不会好。这样，现在这样，他假如去吞着我的尿布、尿用药汤，这慢慢吞进呢，现在。人家当天的用药当天的路易等于那马油他妈的通人当天的药是，他这就看了看就给天的三节给天的，缺节也天的缺乏当天的药是。譬如在《天龙八部》里面，属于假窝王魔的疾病，会导致这个病人疯狂或者精神错乱。如果是来自马墨，也就是女性鬼神所引起的疾病，有可能是心，有可能是血管等等相关的疾病。假使是鹿，也就是龙族龙魔所引起的疾病，在他的身上会有很多皮肤的症状、皮肤病，或者是难以治愈的反复伤口，而这都是来自于龙神作祟所引起的。因此，必须要很清楚的了解，如果疾病是属于天龙八部以及鬼神伤害所造成的类型，就一定要透过相关的仪轨去清净、净化这无形众生的伤害以及怨念。今天，当然今天就这个这个一点忙差事，这用都这一年先。那今天我们说，用说出发了，去了，今天把这这边停在当然了就。체중 주전 주야당 아니 상제 체방매기 송환다야당 디니 곰 냠레니 디레치니 다 체당 주파 타초와 디레치 주여레시 由于时间有点超过了，而且现在赶快将一些重点讲述给各位来做一个结尾。那前面提到伊哈喜树叶要透过精进的忏悔，立誓不复再犯。如果是片剂外魔所引起的种种障碍，要透过适当正确的仪轨来做对治。假使是属于元成石寿命障碍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疾病的话，要令行者修持涉及精华术，或者透由长寿勾招的修法，令寿命坚固的修法，或者譬如无量寿佛、长寿佛和莲师长寿法门等等，像今天晚上长寿佛的灌顶法门，这都是能帮助我们消除元成石寿命相关障碍最好的方法。今天买了这，七王石药汤、七珠珠药汤，今天，来今天七龙骨、七里珠药汤，他吃的蛮多药的，他今天样，今天南边军队今天买了这三千面的，你送完这药汤、七珠，珠药汤、七珠珠白银呢，今天吃的这个吃一点，他把这，제주기때문에저초과먹고다들인캐리고지금에본주지리고는제주때문에남겨있는말하죠미제교란양도교체양도쓰여라대말하죠미생활에로바리좀나안당세요미래옛날양때문에미레다안당양때문에미기당미기도그래서양도그래서대대교값을제주제거그래서这边所提到长寿灌顶、长寿药丸的修持，以及经常修持药师佛、长寿佛法门，这对修行者都是非常重要。今天晚上尊贵的开仁界所要传授的长寿灌顶，是伟大的伏藏师甲村宁波尊者他的特别伏藏昆丘金居三宝种子伏藏法门铁山长寿成就的灌顶，所以是一个非常稀有并且具有传承威力、不可思议的灌顶法门。那在这边药典以及相关的知识里面提到呢，人是万物之灵，然而虽然人是万物之灵，有时候人类的魂魄丧失，精华色泽衰退，微光
消减的时候，就必须透过以上涉及精华或者长寿成就的修法，来帮助令精华色泽、微光、魂魄得以还原，并且增上。今天马上就他，你天把马的刚一那三个月着样，你天把的三阶的下级修了，三阶的高一点，你马上就。이제매시죠이제제거를대만한좀남바산에이제내주내캐린내거를봐听到这些内容，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哦，这么神秘是真的吗？是迷信还是真的呢？其实以上所说的种种，包含佛陀亲口亲宣的圣言量，或者相关的经典，以及历代祖师、医生前辈他们的临床经验所共同汇集来做的分类，因此确实是真实，可以值得我们信受。今天我们三界曼金拉僧人的三界的老师出不是马来僧，我们三界人的是共同南巴堂。今天马上就七代起僧，七代僧就过了是了干嘛？没过几年就今天的共同文化。我曾经他们就是准备工作，那么等于他应该七八年嘛，都没过三界两的。事实上，我们对于药师佛要有一个特别的了解，他和本师释迦牟尼佛没有丝毫的差别，而是因为要令治愈众生疾病的效果和缘起更加迅速，因此显现事业。医药方面事业达到圆满，所以示现药师佛的形象，支持法器以及色泽。但事实上，诸佛的本质都是一如的，诸佛菩萨的本质都是一位，没有丝毫差别。因此要了解，药师佛和本师佛陀是没有丝毫差别。哦，今天他来了这个，今天车上说那么多，结巴了，今天。아르기타마케그태양때네릴루팅의주변에대해서질문드리고나가장내리고자고만많이셨다체인데가만덕생들때나랑서질문드리고이제저때네지상제진이와초대교회여러와때그런내대장팬이체여와아니유송양바당체상소남제여당제여그자리집회에진짜팬도친구여랬어增福增寿的方法有很多，特别包含长寿精华丸的修持，还有一种称之为聚类日部，也就刚才所提到的这种丹药修炼所成的辟谷丸，或者所谓的精华摄集丸。这过去藏医仁木切在他们山区那边有修持过，那同时收集非常多的物质，还包含修法。其实物质药材本身就是有力量的，透过瑜伽行者以及僧众的修持，能够令这些物质的力量更为圆满的展现。之前曾经到马来西亚弘法，那有些马来西亚的信众向藏医仁木切求取涉及精华丸之后，发现效果很好，自己的体力、自己的精神各方面都非常的好，而且还能维持生命的精华，另外能令子嗣繁衍、瓜蝶绵绵。哦，前几天呢，我把圣经他们家的偏把切给他呢，结果他把圣经没接，把长了对吧？终于是天天家长家长来说话，就这都圣经问题，这长嘛给他呢解读，但为了满足问题呢，三界门那个求啊，三界门那个功德积呀，三界门那个往阿兰说那天把切西边去吧，啊，你三界门那个对呢，切住，对呢，逐渐通通教我了说，遇到你们遇到我们了说，对呢，不在。家长们，我的家长，或者家长也说，现在他们听古里妈妈家里爸爸说，现在三姐妹就重要的是。另外，无论是教研传规药师相关的经典，或者是服藏传规由108服藏师各种不同服藏法门所取出来的药师仪轨，我们妥善受持灌顶之后精进修持，将能够获得长寿的成就。譬如伟大的成就者汤东贾波，以及伟大的成就者郁托永颠广波，这些成就者都是透过以上法门专一精进的修持，达到寿命长达100甚至125以上。最后他们是如何离开人间呢？最后他们是不舍肉身，直取弘光正的成就，因此这些法门是不可思议，极为殊胜。哦，今天等等你呢你学会唱嘛，今天估计下边感觉今天估计下边感觉等你今天是我们那边
对于前来听法的诸位大德，同时包含佛教里面清净的大善知识，都祈愿都能够获得长寿，并且连足坚固，事业广大。哦，今天他们三姐妹来今天，趁三姐妹来故意当趁的，今天三姐姐啊来了今天，他的三姐妹来今天就都非常积极的去。Shivayin, then the Kavitsavatine, Goa Sanjin Sanjay Nagat, and Pacha Shiva, and Seri, but a Tatutine, Mansong, and everything, Shibo, Tamjay, Chetan, but in Sanjay combat of the two main Jamjun and Ruchis. The more Yi Sang told your owner to the Chi Sing, Fen Shang, Yao Shi Bakman, Changso Shu Shi, Zongzong, the Gonda,在药师佛修持里面，特别针对药师琉璃光王如来殊胜德号，还有称名念诵修持的法门，这些宣讲以及诸位用心聆听，双方都累积广大的功德，将这一切的功德总集回向就近而言一切众生，速成无上菩提。暂时方面呢，也愿一切众生在六道里面能消除各道相关的痛苦，能免于堕入地狱、恶鬼、畜生，同时明了因果，了知取舍，断恶修善，精进修持，发菩提心，成无上道。哦，今天他这里给今天请到，请到啊，就做起来今天，那么长嘛的今天特别谢谢。再一次，我们先感恩功德主的提醒，感恩每一位法友的参与，我们先至诚的感谢各位，谢谢大家。今天他吕总给过来，他们是吕总这样当，吕姐这样当，今天。龙江企业的今天，俺们说人忙为多，从那么买了汤也汤，俺们也了，去年今年就弄龙也了那也汤，现在有了是的。这样啊，第三个他们龙江他们绿江企业的他们用着的，他金的泡沫落着，刚才看了在弄，这样今年三季没叫便宜钱不得的，那就单单提着单，他今天去买了的，那就我今天上班。你的土壤呢？对，要不有的是蛮什么个吧？他这里三节几三节的教书送过来呢，三节米教过来，这忙的话，等工作到完了，说吧，这半年练车吧，说吧，这半年白天吃住单去练的，今天今天接过来，今天朋友三节米教很多，他这蛮什么个？蛮啥样的？别没事，罗总全部过来搞过，今天蛮干的，恐怕见面这些白相的三个罗总差不多，哈哈，那今天我让说他。Minat never cheer the Kesham Budu, Sita, Marambe, Naman, Nawasa, Chiba, the Chang, Lamin, Minyan, Gimido, Ranga, Kaledo, Chambo, Tia, Mazuka, Mata, Tenepe, Men, Menjur, the Menjur, the Korea, the Yavi, Kari, Zeta, Mavi, Kamzi, Gamma, Tene, Sava, Neve, Tremen comes and Savi unit, Korea, Tan, Trem, Simen comes and Kari, and Taram, the Mubana, Korea, Tia, and Yakun, Namda, usually let any two corrected, this unit, and it. Mere table, Tamas members in the Yingachin Chigger. Chicken a member of Pain Chamber, the military was a hit or a cap. Chicken a man of Washington and Missy Hill, some division to Washington. This is the net, men Sayad in Latin and Amaranzo, men Samako, Mina never said the Kachin would do this and the human is. 另外，本身今天诸位的张友们，本来就有计划要教导大家一点当中所讲解的一些基本肢节的运动，还有清净气息的方法，那这都是能够令瑜伽行者透由修持，不用吃药就能保持色身健康，好好 修行的一种方便法门。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包含肢节运动以及静气消除病气各种的这种运动瑜伽，将来有机会再继续见面，保持联系，互相分享。那这边特别提到，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最上等的保健方式是不要吃药的。同时，我们身为佛教徒，用心皈依三宝，皈依上师以及药师佛，同时依靠药师佛法门，持诵心咒名号，观想药师佛，并且配合
成就，也就是长寿成就，像晚上这长寿铁山法门，这一切都是非常珍贵而具有无尽功德。一定要有一个观念了解，吃药是暂时治标的。就像是今天以及在讲述一点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们，一方明分成两个主要的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患而治愈，生病了要用各种的方法治疗它，来令这些疾病的症状消除，恢复原本的健康。第二个部分是未患预防，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就要懂得预防，就要懂得保健。而在药典里面，开宗明义很清楚的提到，这两者当中呢，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可是以安琪仁波切，以他一生就是前半生这努力各地行医并且救护病人的临床经验里面呢，他发现有一种很普遍的症状是，大家都是生病了之后来挂号来看医生，无论是藏医、西医、中医，那或者是想要完全的透由药物来达到疾病消除、健康恢复的状态。可是当他在提醒大家未患预防，譬如透过运动、正常的日常作息、妥善的调服自己内心的烦恼，以及修持药师佛的法门，还有正确的运动，这等等的内容，每次跟大家说，大家都只是听听，没有真正的放在心上。所以其实像他们在山区行医的藏医，他们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工作，有些季节是必须要上山采药，而这些山路是非常的危险，要选择采药之后要收集、要洗净、要晒干、要炮制、要制成药丸，最后还要懂得对症下药。他的老师就经常告诉他，当医生必须要非常的细心、非常的谨慎，并且善于观察、了解病人的症状，真正的对症下药。因为无论是西药或者是藏药，这些药物其实本身对于人体而言是属于外来的这种药剂，所以或多或少可能会带给就算它是天然的，也有些人体质不适合而会产生副作用。所以做医生如果具有智慧、具有临床经验、准确的判断，那么真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万一在一次的治疗过程当中，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是粗心不谨慎，开错了一味药，而这味药刚好是病人会产生强烈过敏，甚至是极大副作用，最后丧失生命，这样子的过失呢，也是医生本人必须要担待的。所以他一直以来就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同时不断的在各地呼吁所有的大众都要懂得未患预防的重要，在疾病还没发生的时候就要懂得保护自己的身体，要防止纵欲，同时要运动，正常的饮食，正常的作息，均衡的营养，还要配合放松的心情以及佛法的正知正见，希望大家都能放在心上。我来说今天他的那就第三名的比较低的呢，那就要把有些东西的重生的这个的呢，每天的三个面对一个更多面的呢，啊你现在忙着全部动啊，当天的今天的呢，今天啊，我今天他六点起啊，等那面的当个车的今天车的六点，他所做工的比车就大面积。我的听众们的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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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听众们的重要何其原备，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重这些保健的知识。另外，在之前大家都知道尼泊尔发生非常严重的地震，在地震之后，除了很多尼泊尔人民的伤亡，包含喜马拉雅山区很多不同民族的人种，他们因为地震而产生了种种伤害，生命甚至是身家财产、性命的丧失，
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特别重视到偏乡去给予这种预防保健的教导。而他本身而言，虽然知道路途非常辛苦，但是他有一个使命以及继承老师利益众生的这种志向，所以到达非常多偏远的山区以及没有人愿意去的乡下，给予他们卫生知识以及医疗保健，特别是刚才提到卫患预防的这些内容，教导他们之后呢，发现有些人慢慢的学习，慢慢的信受之后，他们都能够身体健康，保持自己的健康，除非必要才会透由服用药物的方式，否则平常的状况都是不断的维持自己身心最平衡、最圆满的一个状况。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舍身，在患而治愈，还有卫患预防里面呢，特别重视后面这一项。那谢谢大家。今天呢，在朋友呢。还有呢，他那就要做为了什么单位呢？公司里这几年，领导的明白的都有那样，今天把这个民间的这种工程部院长，南岗罗大，因为南坝的这种南山，俺们今天南岗罗山那个他都不停的有一点，罗芒公安的也有的，南岗今天加油是，俺们今天的站在南坝，有迷茫的苍茫的，今天就连悄悄的，今天南岗的各个情报是通。अने जिंदा जंतु ने सवाल उठाये कि नेपाल क्या करना है तो ने क्या करके शिमला ने थोड़ा ना थोड़ा ना या क्या थोड़ा या तांते ने ना यंग बा माँ वो चलो शिमला चुनाव ने लोग जंग सी या तांते ने के लिए वो माँ बोल रही है 另外，因为多波地区是属于非常偏远、交通不便的地方。当地的居民如果罹患了疾病或者是急症，都必须赶赴远方来寻找较大的医疗诊所获得治疗，所以多年以来就在各方的支持下建立起小小的医疗中心。而这个小小的医疗中心虽然它目前非常的小，还没有办法帮助非常多全部多个地区的人，但是这个作为一个据点，能够帮助些许的人们来治疗并且保健。因此呢，将来他也希望未来如果因缘条件得以成熟，能够将自己所学习的一方面知识传授给更多具足缘分的人，同时能在尼泊尔多波地区、喜马拉雅山区能够有一个政府合法立案，并且能够全然教授一方面知识，并且帮助居民得以获得健康的一个据点。那是今天长毛那边在当刚刚今天有的那边国家国家那边在新闻那边。最后在法座结尾的时候，藏议仁波切至诚恳切地为诸位参与法会的信众发愿回向，愿大家都能够长寿、健康、无病、自在。世间法出世间法，世间圆满无碍。谢谢大家。谢谢。那刚才谈到他，给就是今天爱见面呢，这个今天在给就是，就这样他把今天那里他你他把你他就接受了。要不就从某从什么时候？那罗谢他也很高兴，翻译一起来，互相学习，谢谢大家。看见我这个微信今天，啊，我让你们上去，那个的，说那么的，看见是个你多的完整的，看那么的，见过那些，那么。这是在江旁的小人抢救深秋人过的钱马街瓦塘街街瓦娘巴买巴塘公的公的给我修狗大区是东巴的等等那晚上七点钟有长寿佛书证的惯例，希望大家用完晚餐准时回到会场。各位师兄请起立。
恭送礼，我们切下香黄坐。谢谢仁波切，谢谢仁波切，仁波切，杜杰救国的小美人君，啊，感谢感谢。